戴好了，不要跑，等下感冒。你来找我，我已经真的很困了，你来找我。哥，和面影讲，坐下，你哥坐下，不要再跑了。看你的鞋子快开了，你的鞋子快开了，不要再跑了。你们等一下就满身大汗了。站长，麻烦你来找我，我已经抓过你两次，要是我吗？不要再跑了，等一下感冒，你就坐着，看我等一下就不能走了。要是我吗？啊？什么？还没啊。你问阿姨剩最后一节吗？我要打。你问阿姨说剩多少？还没有打完，怎么会走？我去叫阿姨。因为看到了。我叫了。对，好，刚刚都被打完了。几分钟？这一集就要这三分钟就打完。然后接着打完就不要。就要休息。好啊，你不要再跑了，等一下出去会冷哦。还有算。好了啦，你等一下流汗就不要给我出去。
要跑了，谁流汗等一下就不要给我出去。你早就流汗了。你在家里早就流汗。你给我坐下，你等一下出去会很冷。那要是坐板板，那你就不要乱动。